肉狗养殖技术。一、养殖场地。养殖肉狗要选择地势偏高带有坡地的沙土地，然后在朝南的偏低位置建造狗舍，避免圈舍通风性差，而且要在圈舍中圈出若干个面积为10平方米的圆圈，每个圈中养殖10条肉狗。二、饲类管理。肉狗喜新喂食物，养殖时可以提供玉米粒、麦麸、米糠、动物内脏、肉类、食盐、青饲料等食物，而且每天要喂食两次，每次喂食至八分饱即可，并且饲料要交替使用，不能单一使用一种饲料，以免食欲降低。三、注意事项。养殖肉狗的过程中要提供专一的食具，不能随意更换，而且每次喂食后要将食具清洗干净，每周消毒一次，避免产生细菌，并且饲喂肉狗不能使用动物骨头、乌贼、章鱼、螃蟹或者辛辣食物。